哦，出头家，那安尼咱后日签约，啊，阮后礼拜搬入去，我会准备两个月押金。好，无问题。嗯。喂，阿阮无要走啊啦！哎呦，啊你迄厝阮看袂上吧？啊你看有房要甲你睡什么？当然啦，再见。爸，你创啥？我是甲你讲哦，除了遮吼，别位哦，我拢无爱住哦。啊，拜托你，你伫遮住免钱，食免钱，你是足爽快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恁查某囝上认真甲良心咧替你立厝税呢？所以嘛，你哦，都是面皮伤薄啦。迄丈人爸带囝婿存款六千哦，迄大家哦拢是一家人啊，你搁遮尔啊见外要创？卖遐尔歹溜俩啦！你想要荣华富贵，你家己去赚，卖利用你查某囝婚姻。阿妹，终于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唔对啦，你家拄好啦，我讲，迄动物要租出呢，以后要搬出去啦。冬雨，拄好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，趁今日做一下讲讲清楚好啊。好啊，要唔过干唔当先食饱再搁讲。我今嘛巴肚枵到要昏去啊，阿伯，你先食茶，我带你去食。哦，是我这囝婿哦。大心嘛，行。阿伯，你想要吃啥？想要吃日本料理，还是韩国烤肉？你请的，我拢爱吃啦，吼。行，快走，先听我讲完啦。阿弟，你先别走啦，你听我讲。等我吃饱，再好好听你讲。周安迪，你哪在这？搁跟伊两个做伙？我只是拄好，你是拄好知影咱家有厝无人住，就拄好让李冬雨跟伊爸爸住。妈，唔听人安尼讲嘛。李冬雨，你跟恁爸爸唔是住伫你男朋友陈子维因家？咱卖伫咧遮，行到厝边啦。恁三位，我回去公司，把代志解释清楚。啊，当娘啊，阿姐哦，一切拢误会啦。啊，到恁后生哦，看无少个糖大，啊，唔只是好心讲收留我啦，啊，甲恁当一间空厝，啊，暂时借我住啦。只是暂时啦吼。啊，当娘啊，啊，你人水哦，迄心哦，够较水呢。无怪你生出参照安迪副总，啊，遮尔啊善良后生呢吼。安尼。我算讲是解释了清楚哦，过来吃饭。周安迪，你真正把咱兜放在收容所？不是啊，当然啊，啊，阮若无去住，啊，你厝空咧嘛是饲蠓尔啊。啊好啦，啊无你哦，把我当作是大蠓啊，安尼算赢吧。狐狸，真正足犀利。我真多谢安迪副总，这阵仔借阮爸住的所在，我会拿出税，而且我已经找到新的厝，马上就要搬出去啊。李冬雨，你跟恁爸不是住在陈子维因家，是安怎又叫阮安迪替恁爸找住的所在？啊，你足厉害呢！表面上是替恁爸找住的所在，啊，不过实际上，小凤跟安迪有机会会当接近你。和恁两个有约会所在哦。妈，唔是安尼，迄是因为之前。你李冬雨见过你哦，你莫来勾引阮安迪，啊，搁有嘛免孝顺，想要嫁予有钱人，变作是有钱少奶奶。妈，你莫误会冬雨，从一开始就是我主动追求冬雨的，我对伊做一切，拢是我心甘情愿。我是真心喜欢冬雨，我希望。狐狸，我真感谢安迪副总对我也够阮爸的帮助，我会更加认真拍拼做工课来报答对副总的温情。冬雨，小声点。啊对啦对啦，啊拄只安迪副总的讲拢无唔对啦，啊伊是阵嘛哦，对阮查某囝真心哦，含我看了拢超感动的呢。啊，叫我莫讲是阮董武啊！啊，董武哦，嘛是因为安尼，唔才会接受安迪的爱。阿姨奶奶哦，即马在咧长江面顶咧等我安尼吼。
啊，我即个做爸爸，啊，当然嘛希望讲，咱今日所有在场的亲戚朋友，会当给伊两个人上亲的祝福啦吼。爸，周安迪，像温春丽甲李冬雨这两个人搞。妈，父亲，冬雨是阮哥的名字，伊甲阮哥的感情一定拢真稳定。阿爸一定是有误会啥，伊讲的拢不是事实。哎，陈妙春啊。啊，无你即摆意思是讲，我咧讲白参，好啊。啊无，咱今日都董事长咧亲嘴来讲个清楚。安迪啊，你讲，你讲你即摆是毋是等于讲董寡妄？只要你点头，我今日哦，都属于恁这囝婿。讲啊，讲啊。你想要认为安迪做囝婿？你到底几家都无这资格？李冬雨。我早就知影你这种外表软弱的查某囡仔，其实心机上大。你早就是别人的未婚妻啊，竟然搁双脚踏双船来欺骗阮 Andy， 你是足袂见笑，足可恶的。冬雨，你竟然甲夫人讲你无啊，讲你已经甲 Andy 副总是亲爸的，你的男朋友只有阮哥一个。来来，冬娃，你老实讲。爸听你啦，你讲，讲你爱的人哦，都是暗恋。就算你爱 Andy 嘛无效，阮 Andy 对你哦是算算尔。像像你这种查某囡仔，阮 Andy 唔知有几个啊？伊对你是好奇，但伊对你无兴趣啊，就啥物拢唔是啊。妈，绝对唔是，我对冬雨是真心的。周安迪。李冬雨根本配你袂过，伊是咧利用你的钱，还佮你的权势。伊绝对唔是，伊若是要利用我，伊早都安尼做啊。迄是因为善良，伊自细汉受到陈家照顾，陈家对伊有恩，伊无想要伤害陈家，才无法度马上甲陈侪分手。伊已经答应我要离开陈侪家做伙啊。周安迪，你是单纯的是讲，这种白菜话你也相信？你敢真正安尼跟安迪副总讲？你唔是跟我讲，你已经跟伊讲清楚啊？我们不一定。那不是因为梅艳提相机威胁我，哎，我替黄云山提着那水笔来设计案，我早就下定决心要跟安迪分开啊。不过我今麦讲这件代志。大家一定都会听，我只是在看拖。已经安怎唔得讲，所以你对阿弟副总讲几套，对我又搁讲几套，你哪会当安尼？你哪会当反背我哥的感情，搁欺骗我对你的信任？江春啊，你点点哦，即马上无资格讲话哦，都是恁陈家的人嘛。这个代志是关系到阮查某囝一生的幸福呢，请你莫阁继续安尼哦，对阮冬雨情绪上的控制啦。冬雨，你若是有啥物苦衷，你会当当大家的面讲出来啊。恁大家莫阁逼冬雨啊，是我主动追求冬雨的，我害伊造成这么大的伤害。都是我不对，都是我不对，一切都是我不对。我对感情不忠，我想靠打相准，我伤害紫薇跟安迪，我伤害所有爱我、信任我的人。我利用我的感情去达成目的，做袂记哩，我无在欺骗我的爱情。我知影是我唔对，叫你原谅我。别跟上！你是凭什么讲？因为李冬雨偷吃，安怎？
想要替伊讲话啊？我不准你讲话，不了动。我知影，你是不是跟李冬雨做伙这个仙人跳，想要害我 Andy 啊？你若是搁再讲一句话伤害冬雨，你就试看卖啊！拄只李冬雨清脆心灵，伊对你不对，你若不相信，问你小妹啊。冬雨，我对我不忠，因为我已经分手了。子薇，哥，你什么时阵跟冬雨分手的？对啊。啊！你拄只毋是只为着你甲冬雨姐感情咧烦恼，那把一年即毛出？是我主动，甲冬雨讲要分手。你总是讲实话啦，我著讲嘛。啊，这陈子薇哦，早讲冬雨分手啊啦吼。我毋是，冬雨是你的命呢，你哪有可能甲伊分开？那也不可能啊！我甲伊已经十几年的感情啊嘞，早就无迄种谈恋爱的感觉啊。今麦我甲冬雨，敢若剩亲情。我无想要耽误着阮两个人的青春，所以我就讲分手啊。冬雨，多谢你要维护我的形象，一直无甲一句话讲出来。你骗人！你哪有可能无甲我阿公妈讲？我今摆会烦恼啊！我本来想讲以后才甲讲的，啊，不过我想袂到，煞予冬雨带来遮尔啊大的误会，一切拢是我唔对。所以安迪副总，甲迄两百万。斗三工冬雨的代志，还佫有做安迪，我后背住伫一间空厝，这代志我全部拢知影。冬雨拢已经跟我讲，我嘛有去过后背住的所在看过啊。安迪副总。多谢你一直做照顾冬雨，你甲伊做速配，以后你一定有足好的未来。冬雨就亲像我第二个小妹，请你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伊，疼惜伊，莫让伊受到一点仔委屈。伊自细汉就已经过苦日子，伊是食苦食到大汉的。所以讲，请你一定要让伊幸福。我拜托你。安迪，待会来甲伊讲个